欧元危机进入倒数，欧债问题越演越烈，已快威胁欧元存亡，但各国领袖还没有达到解套共识。PICS 国家们被要求紧缩预算，但即使如此，经济疲弱的他们还是无力挽救经济颓势。解套的另一对策是要求欧洲中央银行无止境地印刷更多欧元救急。有人说负债过巨的国家应该退出欧元区，但下这种猛药后，欧元体系还能生存下来吗？无论如何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欧元危机若不化解，势必会威胁全球的经济。We'll meet again.